大乘八个宗，成佛呢有三个门进去啊，外面是三个门，里头没有。这三个门就是觉、正、见啊。你看一入佛门呢，给你受三皈依，就把这个传给你，你将来成佛了就从这三个门进去，三个门任何一个门都可以啊。走觉门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禅宗、信宗走这个门啊。这个门呢要上上根人，不是上上根人你进不去啊。第二个门正门啊，正知正见啊，就是皈依法啊，法就是正知正见，这个门进去。这个门呢中下根性都可以啊，这是渐修，慢慢开悟，就像念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慢慢来啊，这是一般人都会成就的，时间很长。啊，这是第二个门。第三个门呢是个特别门，净门。净而不染，净土是净门。走这个门。密宗也是走这个门。啊，所以密跟这个净土通通是修清净心。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三个门进去之后全部都得到。无论从哪个门进去，从旧门进去，正进都得到啊，正门进去觉进也得到啊，进门进去呢觉正都得到啊，进去之后圆满成就了啊。没有进门的时候有觉正见分别，进去之后就没有。这三门呢、啊、三门你看看，一入佛门啊，老师就把它传授给你，这就是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。一生无论修哪个法门，你都不能离开这三个原则：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啊。这三个认定一个，三个你都得到啊。所以密宗也是塔利门，同书国教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国教不离开念佛啊。密宗念不念佛？念佛。他不念佛，他不能成就啊。皆从古起修啊，此殊胜难思之他利门，正是弥陀悲愿至切处啊。啊，弥陀的慈悲达到了极处啊。啊，亦正是净密二宗啊，方便就近处啊。但是近比灭还要方便，因为它两个都是属于近啊，修清净心。净土方便在哪里呢？是离开染污的清净心比较容易啊。密宗是不离染污，在里头修清净心，那很难。啊，我早年亲近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密宗是两个路，一个是成佛，一个是堕地狱，没有当中的。
为什么呢？密那个静是在然里头修静，这个太难了。你在金银七宝里面练什么？练不贪财啊，净土中是原理，就是那个东西我离开它，我修清净啊，男女女色我离开它，我修清净。密宗不是的呀！啊，你看密宗的佛像，密宗的阿弥陀佛，啊，怀里头抱的明妃，啊，阿弥陀佛像造的抱明妃呀，那个清净叫真清净。为什么？他不起心不动念呢？啊，财色名食睡他不利，在里头修清净心，一尘不染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成佛了。做不到呢？做不到你干这个事情下地狱。密太难了啊！净是远离财色名食睡，修清净心，他是拥抱着财色名食睡修清净心，那是无上的清净心呐、啊。我们只有对他仰慕啊，尊敬崇拜，不敢说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密宗修学条件很多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，他没有叫我学密，为什么呢？不够资格。啊，密宗学密的条件，先要学十年，贤教，就是金教，要学十年。十年通过考试，在西藏考试及格，有个学位叫格西，拿到格西的学位。才可以开始学密，所以贤是密的基础。啊，你没有这个根基，你不能接受啊。你接受完全毁掉了。所以这个道理很深的、啊。那学佛要不要学密了？学佛一定要修，不修密不能成佛。啊，什么时候学密呢？什么时候你登地了，到初地了才开始修。十地菩萨，十地之前没资格，是吧？十住啊，十行十回向没资格，你功夫不到吗？啊，登地那个定功成就了。啊，七情无欲，根本不沾染，根本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它比禅还高，叫真清净的。所以，我虽然没有学过，老师把这些常识啊，早年都讲给我听。啊，我了解。啊，所以我对密宗尊重。不敢修学，没有那个定力啊。那别人修学，我们也不敢批评，我们是凡夫，不知道人家的功夫啊。人家真有定功当然是好事情，没有定功他自己会堕落。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啊，我们不可以批评啊。为什么呢？批评是谤佛，密宗是佛传啊，佛所传的没有错，不经过考验你怎么能知道你烦恼断尽的，你心清净的啊？考验就是
五欲六尘呐。啊，我们看《读华严经》，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就是考验的。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，通通接触。啊，你只有接触，你才能了解。了解是智慧，如如不动是定功，定慧双修啊。玉香长者，这华严经的一位大德了，他修禅定，他禅定在哪修啊？像我们今天讲的百货公司，哎，外国的墨那个里头去修，哎，你就进去看去逛。哦，你看他说的这各式各样新的产品，五花八门，你看着那智慧，我样样都晓得。里面呢，如如不动，那叫定功啊！啊，看到这个喜欢，那个喜欢，你定功就没有了。哎，叫你看，要看，叫你不动心，啊，那才叫定功成就。啊，所以躲在深山里头入定，那个定不算定啊。红尘里头入定，那个定才叫真定。啊，就佛法真正经得起考验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